哎，上车。去学校的唯一问题吧，就是要走的路比较远。对于这个雕像，我想说两句。其实我感觉把它换成海鸥的话会更好一些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乌鸦吃薯条，真的，特别是在海边的时候。好，我靠，不是吧？我刚刚还说这个海鸥抢东西会多一些，但是为什么那只海鸥就跟着这个乌鸦？啊，反正很奇怪。到这一个，去年的时候也开了，但是我没有去。反正地方就在上一次那个阿玉给阿玉拍视频的地方。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。